Thank you.
好，那我们掌声谢谢他们的表演。好，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各个文化的打招呼的方式。来，请问你是哪一个国家？我是中国广东。大家好。下一位，中国湖南，我是越南的，真娇，我是广西桂林，你好，我是四川的，大家好，这个怎么样？要再开一次，可以吗？哦，我是台湾的，大家好，这是哪里？就是要对一下，要这个大家比较熟悉。我是中国河南，大家好。福建漳州，大家好，我们讲闽南语。大家好，这个大家也会。来，最后一位，我是缅甸的，明格拉巴西。欢迎你们，再一次哦。明格拉巴西，明格拉巴西。啊，这个舞蹈，他们为了这个舞蹈费了非常多的心思啊，那经过非常长的时间练习，那到昨天才完成了这个舞蹈。对，好，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巴基斯坦社会福利协会会长来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掌声欢迎。I'm Ali from Pakistan. How are you guys?I would speak English. I am very glad to see a lot of students here. In our country, school colleges are the nursery of talent hunt. And I'm sure because today this musical show, we can find our some future stars. Thank you.哎，我们巴基斯坦理事长他讲的意思说，非常感谢大家，因为音乐是世界共同的语言，好，谢谢。然后祝我们这些活动圆满成功，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桃园市西移民女性关怀协会的表演，谢谢大家，大家再次以掌声欢迎，掌声谢谢他们，掌声欢迎，欢迎下一个表演。